北京时间2023年6月5日，世界泳联花样游泳世界杯超级总决赛传来喜讯。中国混双组合石皓与陈文涛演绎了最新编排的罗密欧与朱丽叶，凭借更高的难度、更好的完成度以及富有艺术感染力的表演，征服了裁判。石皓与陈文涛最终以 226.3228 分夺得混合双人自由自选金牌，完胜东道主西班牙组合。本赛季石皓与分别与陈文涛和张怡翱搭档，在世界杯两站比赛中获得混双技术自选冠军，从而获得总决赛参赛资格。到了总决赛，石皓与再度和陈文涛携手，拿出了最新编排的罗密欧与朱丽叶，提升了难度，两人表现出色，整套动作极具艺术感染力，最终拿下这个冠军，也为世锦赛进一步练兵。相信他们会在接下来的比赛中再次突破自我，取得更好的成绩。